看看新闻网。朱军老师，接下来轮到你来派出一位组员。接下来我们换男生，好，而且是非常强悍的男生，好，是个组合。你一说很强悍的男生，你知道这个人在干嘛吗？你一说很强悍的男生，他已经在，是我吗？我已经要去了。你要分得清楚，长得健康跟强悍不太一样。来，好，我要推出的是祝氏兄弟，有请祝氏兄弟。好，来看一下这边 ，Vanilla 风云座。我个人比较想选 Vanilla， 但是我尊重哥哥的意见。我觉得 Vanilla 好了，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交流之后，台下还可以做朋友嘛。好，来，哥哥。好，男不跟女斗，所以我们选择的是风云座。有请风云座。好了，初军老师，出战之前有什么要嘱托的？你们的选择是对的，一开头就证明你们的自信心。我觉得都同样是男生的这样两个人的组合，但是兄弟之间产生出来的那种特殊的情感就是你们的力量，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加油。来，请准备。虽然说我们提兄弟，然后也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真正的在舞台上合作机会其实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台上唱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也可以完成奶奶的心愿。朱板刚、吴湘博，加油！我再也不愿见你，我再也不愿见你，我再也不愿见你。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难以在深夜里徘徊，也不愿别的男人，不愿别的男人。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谢老师。我们这两组特别明显，对方那一组也有两个男孩叫祝氏兄弟，是冥冥之中就对到一块儿去了。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更难好吗？
天的比赛呢，我们也打算在上场之前喝点小酒，让那个精神兴奋起来。目标就是继续晋级，100%。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被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多想贴近的记忆。傻的笑的就好想你，想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我们先来听一下张宇老师的评论。说实话啊，今天两组的比较了，一个不管是在企图心，或是整个歌曲的编排，甚至是歌声还有和声方面，我个人觉得祝氏兄弟这边都稍胜一筹。你的选择是白灯代表风云座，红灯代表祝氏兄弟，请选择。红灯一点，祝氏兄弟。小松，你先来。白灯一盏，风云座。孙楠老师的脸上就写着纠结两个字。我可以表情。因为我知道这个祝氏兄弟，上一轮我们是四个白灯亮的过去，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充分的感情因素的，因为我正因为你们要。奶奶要听这首歌，对不对？是吧？我相信她可能也听到了。这一次，不要带任何感情因素，请你做出你的选择。我尊重你的判决，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判决，我都会说不公平。来，三、二、一，请选择。祝氏兄弟顺利进入下一轮，风云座，等待你们风云再起的时候，再见，加油啊大家，谢谢宇哲老师。我上一次梵高你告诉我，之所以会有祝氏兄弟，一个是想长期让待在幕后的哥哥能够走到幕前，还有因为奶奶希望看到你们在台上唱歌，那今天能够走得更远，奶奶应该更高兴了。因为上个月奶奶在温哥华有一点病危，然后奶奶在私底下跟我说，希望在她的有生之余能看到我真的能跟哥哥一起在舞台上面唱歌发光。
很可惜的，也很遗憾的，奶奶没听到。奶奶在我们第一次比赛当天，她就过世了。抱歉，对不起我。因为也跟各位老师讲一下，还有所有的观众，其实我们原本以为那个喜讯只是第一次能够过关，而且能够完成演唱。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节目《震动亚洲》是全世界的播出，相信奶奶在国外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尽管他还在医院里面，但是很可惜，我们回去之后，家里就讲说奶奶刚走，然后就是我们到了台湾之后，踏进了家门，很高兴地说，我们到下一次阶段，我要打给奶奶。接不到电话了，我好想看到我们两个唱歌。奶奶，我们不笑，因为我等了这么久，因为他的葬礼其实就在我们来了上海的前几天。我们只能说，我们要一直坚持地走下去，来报答他这么从小疼爱我们俩。奶奶生前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吗？他其实也很喜欢听我们唱吹吹风，想和你去吹吹风，他其实蛮喜欢的。我不管。他其实，我觉得老人家就是这样，只要看到我们在舞台上，听到我们唱歌，他每次都说好，他每次都给我们鼓励。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奶奶希望在他的有生之余，能看到我真的真的能跟哥哥一起在舞台上面唱歌。我们每一首歌每一次表演，我们都要献给他，在上天最爱我们的奶奶。